藏法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敬人、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居士大德，大家好。我们现在上天台入门。阿弥陀佛，我们呢上一次呀上到了心事，本来以前都是念成人事，真的是这个跳一格，心事，补述的部分。我们上一堂课呢，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生平以及他的影响，他在佛教中的重要的地位，以及这地位以及他那些影响所代表的修道的意义呢。跟大家都讲了，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属于北朝部分的三位大师的解释呢，我们已经解释完毕。在北朝呢，也就是魏晋，魏晋那个东晋、西晋、魏跟两晋，那三国应该说三国，魏跟两晋，两晋的东晋，东晋因为偏南方。所以还有一个北方的一个五胡十六国的朝代啊，或者叫地区啊，那些王国啊，那个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的那个北方地区是属于中原文化中原滚结所在了哦，所在之地啊。听说现在社会上又在流行布袋戏，这非常好。布袋戏呢，杀只有杀而已。倒影呢少，那么呢东洋的那些剧啊，那影是实在厉害，那影杀到旺样样有。那么呢布袋戏还有个好处，它是用文化来支撑的，那个每一位恶人出现的时候都要讲一句记，都要讲四句记，是不是啊？那就是啊，比较有什么样，有很有内涵，下去我背几句记给你们听，酷酷啊。所以说呢，布袋戏看布袋戏的人才是比较有内涵的人，像我以前那样，都看布袋戏长大。那么呢，那是中原滚结的所在，中原之地啊，实在是令人怎么样，很怀念。哈，师傅，你是统派的哈？不，我不管什么统不统派，我反正我是中国人嘛，我有中国文化。那么呢，这北方呢，我们就介绍这三个主要的人，是在中国的文化发祥地呀、的中原一带，怎么样弘扬佛法？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谈这三个人呢？最主要是因为这三个人先后领导着佛教，而且各有重要的功绩。最主要的功绩就是怎么样？他带引着佛教的本土化，这以后我们会讲到。然而，在北方并不只是这三个人，哪三个人呢？我们再回忆一下：佛图澄，第二位是谁？大安大师。第三位呢？扯错了吧？我北方只哪讲哪三个？佛图澄、大安还是谁？鸠摩罗什。虽然慧远大师是大安大师的弟子，然而慧远大师主要的影响在南方。哎，主要影响在哪里？因为他大部分成熟期呢，都住在哪里呀、庐山在哪里？西。竟然两个眼睛瞪着我，庐山在哪里？啊，麦，在中国啊！我那个西呀，我唬你、我知道在中国，大哥，我知道，在中国。反正不会在台湾，对啦，我知道。我想这样子讲好了，以前啊，我们都不读台湾历史地理，都在读那个中国历史地理，然后就被骂，骂说
你住在台湾，你竟然不知道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有一棵神木，然而你却知道新疆有个什么，有个乌鲁木齐，阿拉伯贼，那是不是很荒唐吗？就被骂，骂一骂，好，开始改本土化教育。他改了本土化教育，就视什么？视大陆的山河为什么？为粪沼物。他又不学了，这也不对。我是觉得我们的祖先从那里来，不管今天政治情形怎么样，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您阿公、您阿祖可能是吃台湾米无唔对，但是您祖台啊，佮你吃台湾米，是不是安尼啊？婆婆也嘛爱知一下，卖讲虾米黑啊啦。什么基督教徒那我就不提了，佛教徒最起码你所读的 99.9% 都是哪里来的？都是哪里来的？中国啦，好，我们讲现在的大陆地区啦，好不好？好，随你怎么讲啦，至少地区是对的吧。那有人说什么中国什么，那随你怎么说，我这些我都不碰啊。这样了解吗？所以说你这些你所读的东西，它所在的文化、山河大地的种种，你种种要了解嘛？慧远大师哦，慧远大师哦，道安大师哦，道安大师，他是平面的东西。可是当你知道道安大师都在长江以北活动啊、河南、河北还有湖北一带，那么呢，慧远大师是在什么呢？是在什么？哎呀，庐山在哪儿？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什么？身在此山中。那个庐山在哪里？来抢答，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六秒。好，江西，好，答对了。江西在哪里？南方、北方、中方，南部啊，北部、中部，中部。好，中部错了，北部，就在北部。长江的南岸，那个鄱阳湖畔，九江的地区，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啊，他在长江以南，恰恰好南方，他呢也有点接近北方，可是基本上是南方。好了，所以他属于南方的南朝的，他属于南朝。那么好，所以我们谈北方啊，我们谈了三个大德，我们谈了三位大德。那么一位是什么呢？啊，佛都城，第二位道安，第三位就是那一位跟道安大师没有见面，可是互相珍惜的那位鸠摩罗什大师。那么上了课上这么久了，也有人会问我，或许目前是没有人问我了。但是呢，我自问自答，一定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上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要花这么多心血去讲他？那么我就要告诉各位，这是天台家讲经的方法。天台家讲经呢、啊，有因缘事啊，有随文的解释，有因缘的解释。那么呢，也有一个是叫做很重要的事，叫做关心事。什么叫关心呢？就是天台人研究任何一部经典，看任何一段文字，乃是他看报纸、看电视，基本上不要了哈。比如说他这样做了，他都在关心。观你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心？以后我们再谈。不是真常唯心那个心，是法界心的心啊。那我们以后再谈。不是这个圆律心而已，当然它是圆律心之一啊，因为圆律心也属于法界之心嘛，是吧？所以它也不离我们这念圆律妄想心，可是不会只是妄想心，这叫观心。所以说天台家在研究任何的教理制度、教制戒律经文还有历史，乃至于看报纸、看歌仔戏、看布袋戏都一样，都是关心事，
都在观那个心来解释外界，来解释外境。所以说我们在解释这三大师的时候呢，我们很注重在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这个影响我就是要带入什么了？带入修道意涵在里头。如果我们今天开天台入门这门课，也只是增长你的知识，那么你不过是做一个学问者而已，你不过是来上课，你不是在读佛学院。南普陀佛学院也好，晓光佛学院也好，你都不是佛学院的学生，你不过是一个什么世俗的学生，在读一门佛学课程，那没意义，没有意义，这点你要知道。所以往后我们还要这样提，无论我在说故事，无论我说的是很有趣，或者是我在说一个历史的发展很无趣，你都应该要关心事，解释的事，观察的观，心脏的心，观察你的心。也就是当你理解到一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回想，你要回观，哎，这件事情给我什么启示？这件事情我应该在修学上面让我知道什么？今后我对佛教我有什么新的认识没有？你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这样去体会才可以哦，才可以哦，这叫做关心事。乃至我说的一个笑话都如此。比如说等一下 我曾经说过昙摩秤，对不对？我等一下又会说到他，重新提醒他一遍。昙摩秤呢，他呢带着涅盘经到处游行。好了，他又怕涅盘经，他是专修涅盘的人，大波涅盘经的人，可是他只有他少了后分，他那本经还不完整哦，少了后分哦。然后他带着这本经啊到处游行。好，我只讲这样子说话，请问你有什么关心事？来，有人有关心的人举手。就这样你知道怎么关的，或者你有什么感觉的人举手。来讲讲看。不要客气，讲看看。我讲这个故事，我说这个昙摩秤这个人啊，本来修学小秤，后来学大秤。那学了大乘之后，我提示更多一点哈。本来修学小乘，后来修学大乘。修学大乘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修学了，他尤其是对于涅盘经很契入。那么呢，他就后来呢，带着涅盘经到处游行。我只讲我提示到这样，你会有什么感觉？我会这样想：第一，你看看，他从小乘入大乘之后啊，他就对大乘经典这么的崇仰，你看他随身不离，你看看，第一个事情，我就在大小乘当中起了什么？起了恭敬心。小乘不行，不是小乘，要是没有小乘，他也不会认识大乘，所以小乘当下即是大乘。可是呢，小乘跟大乘究竟有分别，所以他不会带着阿含经，他带着涅盘经，对不对？好，再来，那我就想我自己，那我今天也学了大乘，我有没有像他一样这么爱护大乘经呢？你现在回去你的，你看后你们后面的书柜子，你有没有把大乘经特别放？搞不好你还把法华经压在最下面了，而且还被杂志压着，搞不好被你的烂笔记本压着，有没有啊？好，第二，我给你们那本小本的法华经，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打算呢？用个壳子把它装起来，用个布把它包起来，然后以后出远门的时候都带在身边，你有没有这样打算呢？没有，对不对？啊，那你都差昙摩秤差一开，加多开呀啦！啊，再来，你又把它带着，可是呢，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像昙摩秤一样放在身边睡呢？有没有啊？没有，你只是带着无名睡，你还不带着你以前的女朋友睡，你信不信？信不信？有啊，无啊？你搞不好带着你以前老婆睡，有没有啊？对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先想一下过去。然后才睡着，对不对？昙摩秤不是，我们讲过那个故事有没有？昙摩秤是把那个大波涅盘经放在哪里啊？枕头下面。其实你可以说他不恭敬，其实他可能更是恭敬的另外一个表现。后来护法神跟他讲说，怎么样？你怎么可以把大乘经怎么样压着睡啊？他就害怕到了，就把它放在上面。
可是呢，小偷要来偷，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结果偷不走，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小偷偷不走。好了，讲到这里，你又有什么启示？第一，大乘经是被诸佛菩萨所护念，你乃至不能猥亵他、笃亵他。那我做了什么？我平常把大乘经放在哪里？鼻孔歪歪，脚拽拽，等一下再来翻大乘经，把大乘经翻在那里，呱呱呱呱呱，讲话讲话讲话，然后口水喷了一堆，这样子。然后呢，那个经上经呢，拿起来翻一翻，哎，随便这么一塞。第一，第二，现在的人根基漏略。你看以前的小偷会偷经，你看看，现在小偷根本不偷经，对不对？所以表示怎么样？人根漏略，连我们自己都不想偷经了。你看看，是不是？我们都看到经，我们说我们都起烦恼啊，这水经看就还呢，都会这样。这一切都在关心事，所以我看那个故事啊，点点滴滴在看的时候，一直关心，一直关心。所以一个故事可以让我解读一个小时，解读不完，就这样。所以要这样解读的话，经是讲不完的，这就是关心事。你看那个很平常的故事，你都会想想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看看过去，研究现在，然后你有一种心情上的什么"我当如何"的那种反应，这就叫关心事。真如师啊，懂的意思没有？现在同学懂了没有？懂不懂啊？所以说啊，一个在心性上修持的人呢、啊，他看的任何东西都要反观回照。那么佛法是什么？我当如何？那同样道理啊，你去煮饭菜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跟人要一不小心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对不对？还有翻开报纸看看电视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看到这样？换句话说，看布袋戏也是这样。那么你这样想一想，那你就说，那主任，好吧，那这样我们明天开始订报纸，中午看新闻，那么呢看布袋戏，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为什么呢？你们的关心还不成就。当然我也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可以，我只是说偶尔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这样弄。当然你也可以偶尔你回家的时候，回俗家的时候，或者在哪里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试看看，当然也可以、啊、我的意思说，我们关心还不实在的时候呢，暂时不用那种那么超越的办法，懂意思吗？那么超越的办法。好了，这叫关心事。以前禅宗有个祖师啊，他开悟了，不知道是世祖跟五祖的关系吧，还是怎么样？有一次啊，他的弟子也开悟了，回到南方去弘法。那么呢，师父生日，他就跑回北方来要给师父祝生日。禅宗的人很有意思，他就偷偷回来，也不让人家知道大师兄回来了，所有人都不知道。然后就蹑手蹑脚的，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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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跑到那个什么，跑到那个他师父的疗房旁边，然后就潜伏在疗房，他师父那个疗房书桌外面那个窗户下面，然后就偷偷这样一看啊，师父在看经，好哇、啊，师父平常都叫我们不要看经的。他竟然自己在看经，他就回去弄了一个什么，一个不知道是一个棒子还是什么样子，他就又跑过来，然后趁他师父正在看经看得入神的时候，他就从他师父那个窗外面这样闪出去，哈，抓到了，你在看经，空这样子往他师父身上那么一敲，然后就把他师父敲了快晕倒，然后就抓到了，你在看经，你在看经，你还看什么经？这样，然后他师父呢更仙了。一手把他拨开来，一拳打过去的，胡说，谁说我在看经？然后呢，徒弟就说：“你看，你看，这不是看经，不然什么《华严经》？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抓到俩包、啊。”然后他师父回答的妙：“我才没看经呢，我在遮眼睛，我在遮眼睛，你懂吗？他拿经书遮眼睛，这什么意思？但我们不要随便解释他了啊。”所以这蛮有意思的，对不对？这都是关心，你知道吗？这一切都在关心当中。啊，不过这跟智道在那
要是被辅导抓到，哎，你在抄经哦？没有啊，我在练习写字，你就这样回答就好了嘛，对不对？当时你就不会这样回答，结果被俩包。考试靠作弊，作弊靠运气，运气不好被抓去。回家爸爸很生气，一脚把我踢出去。好惨啊。那么是这样，所以说关心事是这样。好，好，那么了解了以后哈，我就不再讲这个事情了。以后我在讲解的时候都会运用这种方式，不是一支啊，偶尔都会用到这种关心事的方法啊。所以说呢，看经不在多跟少，读书也不在多跟少，听经也不在多跟少，你有没有听进心里头去，这叫做关心，懂意思吧？好，那么呢，这样知道的道理了，我们现在开始上。哎，这个补述的部分，心事补述，就是我们把三位大师都解释完了之后，介绍完了之后，北方的佛教其实还有要说的，虽然已经说了大部分，但是还有要说的。那么呢，我就要补述。补述呢，分怎么样？分三大项，分三大项。不是分大小，所以我下面有一段文字啊，是这么说的，讲义上有这么文字是这么说的：自从罗什大师于413年，西元413年入籍之后，至西元440年北齐统一的北方，他灭掉最后一个五胡十六国的最后一国是哪一国啊？哪一国？哪一国啊？北凉。他灭掉了最后一个北凉之后，进入了正式的南北朝的北朝时代，北方被统一了，被北齐所统一。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呢，还有27年之间，这27年当中的前前后后啊，北方的佛法以及北方的佛教，并未有特别的什么呢？特别的发展。唯有在以上三位大师所笼罩之外呢，主要的是般若的玄学呢，北方佛教尚有几项重要的义经以及求法的事业呢，对于北方乃至后来的中国佛教皆有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还有两件义经的重要事情跟一个求法的重要事情呢，它对于后来是影响很大。北方当时是一个非常动乱的地区，那个地区差不多有台湾的至少差不多有台湾的100多倍的范围以内，台湾地区啊，那个环境地区啊，将近100倍啊，差不多100倍左右啊的地区，那个广大的范围搞不好更多了，不止。如果把山东山西全部都算进去，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也算进去的话，超过台湾100倍面积的这个大地区里头啊，广大的地区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动乱的地区。而在这地区当中，仍然产生北方民族的那种冒险泛滥的精神呢，他们呢有着向西求法的工作。我们要介绍这件事情。这是中国佛教史当中非常可歌可泣的几段。首先，仁一，北凉，这个举取蒙训，举啊，三点水一个且，取三沟渠的取啊，举取蒙就蒙面侠的蒙，训就是什么呢？鲁滨逊的逊啊，举取蒙训，这是北凉的王朝，北凉王国。北凉王国是从西元401年到西元439年，也不久，都是短命王国，才38年的岁月啊。这个建都在什么？张掖，弓长张，掖就提手旁一个液体的掖哈，一夜两夜的夜哈，昼夜的夜哈，也就现在的姑丈这个地方呢，建都在那里，是北方最后的王国。北魏灭掉他北凉之后，就统一了北方了，而进入北朝时代。这个北凉的举取蒙训呢，虽然这短短的38年当中呢，
结果这位老兄啊，这位蒙逊老兄啊，怎么样呢？却成立了北方最后的易经重要事业。他呢，是一个很信佛的国王。对不起，我要修改一下，不是很信佛。我们只能说表面非常尊崇佛法的王国国王。我必须说明，在北方普遍的都怎么样尊重佛教，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北方的国王啊，基本上都是夷狄之族，都是外来，相对于汉人来讲都是外来民族。这些外来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面对了强大的中原文化的时候，有什么感？有什么感？对，自卑感。所以他只要怎么样？只要拿那个连中原文化都赢不过他的什么？这什么？佛教文化来怎么样？来跟他抗衡。所以北方的大部分王朝呢，不弘扬佛法，最起码也怎么样？鼓励引进佛法。这有他政治上跟文化上的一种特别的内因。那么呢，他一方面要用汉人来统治王国，可是呢，汉人一直介绍儒家，他也不得不接受，可是都有点内心有点怎么样，讲到粗的不爽，那都恁的。那么呢，当那个汉人的儒家面对佛教的时候，都有一种害怕感，然后那些北方的帝王都看到这个事实了。然后他也就好，我就弄一些你害怕的东西来扯你，也有这种心态。所以北方的几个王朝啊，在面对他的臣下是汉人臣下，你比如说北魏啊、北周啊，啊，乃至于这个北齐啊，都有那个汉人的，尤其是崔浩，那是北周时代，都有那个什么呢？强大的排佛思想。然后呢，这个皇帝就这么说：“哎，你别这么讲啊，我也是外来民，平等的信仰什么？你不要叫我只信儒家啊，儒家可以拿来治国，没有错。可是佛教也不错啊。”当下当场就把那些什么汉人的那个大官显贵啊，气得倒在地上，很多。所以这是北方之，你不要觉得奇怪，说像石虎石勒这么凶残的人。怎么他也弘扬佛法呢？原因在这里，他有双重性格，你懂吗？双重性格。好了，现在这位沮渠蒙逊呢，亦复如是。这位老兄呢，支持昙摩谶的易经，子一支持昙摩谶易经。可是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位沮渠蒙逊虽然支持昙摩谶，但是后来也杀掉昙摩谶。你说？一个不信佛的人嘛，他都不一定能够杀和尚，怎么会弘扬佛法的人，他还反过来大胆的去杀和尚呢？他就是他没文化，他一方面引进佛教文化，可是一方面他也不太了解佛教文化好在哪里，只知道佛教文化很棒很拽，连儒家都不一定赢过他，老子也赢不了他，弄得那些儒家的文人呢，弄得一愣一愣的。可是呢，当他一火起来的时候，反正他也不知道是管你儒释道，不听我的话的我都杀，是这样子的，懂意思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昙摩谶被杀的原因也不是太难理解。那西元385年到西元433年，他在昙摩谶易经。这位昙摩谶是中印度的婆罗门种，他初学小谶，后修大谶。他在玄始元年，也就西元412年的时候到达了姑丈，那么呢被沮渠蒙逊所礼遇，不过后来却被因为沮渠蒙逊认为昙摩谶有神通，昙摩谶要到北方，要到西方重新去取那个涅盘经的后分的时候，被沮渠蒙逊怀疑他是要南奔北魏，当时北魏正很强大，要把北凉吃掉嘛，以为他要投奔北魏。那么呢，在这之前呢，北魏就在争取昙摩谶，因为北魏要吃掉北凉，可是他知道北凉有个昙摩谶国师在那里呢，会神通，有咒术，他
他害怕这位咒术的昙摩谶大师啊，会妨碍呢北魏伐北凉，所以说北魏就很火大，就写了一封信给北凉，他说啊，怎么样啊，把你们的昙摩谶大师送来我这边吧，我的国家这么强大耶。那么举棋蒙逊呢，颠倒，你知道吗？那小王国啊，说狠话，超灭懒归刚。他说：“哎呀，你要把我们的昙摩谶大师带走啊，你还不如来拿我的头吧。”他竟讲这种话，你知道吗？那北魏一看到这个封信呐、啊，他就抓狂。他说：“好，好，好，你等着吧。”我将会用铁蹄踏平你的国家的呀！他一看啊，完了，他玩真的耶，我完了。他讲，不知道又送了多少什么什么，然后呢，就要把昙摩谶杀了。他说啊，我呢，你是大国，你来恐吓我，我今天呢，就算被你干掉了，我也不把昙摩谶给送出去。他就有心要杀掉昙摩谶，这据说了。后来昙摩谶呢，他自己本身呢也要西行求经。后来他在定中看到，他算一算啊，完了，他活不过了，他走不出这个国家，他就把他后事全部交代好，临走前还落泪。奇怪了，怎么大乘人开悟的人照理说不应该落泪，他可能是落给人家看，也可能是人家捕风捉影这么说的，都不晓得了。他就说啊，溯源所追啊，我没办法了，到时候你们把我的后事办好就对了，我要起行了哈，我要向西求法了。才刚出城门呢，举起蒙逊就知道他的消息，立刻追兵一道，一刀把他砍死，一刀把他砍死。所以说大乘人呢，他就是勇猛直进，你看看，他明明知道他要被杀，他还是要向西行求法。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还记不记得后来的檀香藏玄奘大师？他不是跟人家讲吗？他说：“我宁愿向西行一步而死，也不愿意向东退一步而活。”大乘人普遍都有这种什么畏教忘屈的这种豪情壮志。你们有没有啊？哎呦，唔汤哦，东西叫我多搬三分钟的话，我就觉得浪费了我背书的时间，到时候我不能出家怎么办，我不能受具戒怎么办啊，我不能够送楞严经怎么办，楞严咒怎么办，送法华经怎么办。那你送法华经是要得大乘法，结果你的心呢却压根是小乘人，那你这不是跟法华经相违吗？你就不是在送法华经，同样道理啊，念念只想着自己，就不愿意牺牲一下自己，那么这就是跟大乘法相违，怎么你怎么修啊，都成就不了啊，这就是观心事啊。好了，这位昙摩谶呢，译出了什么东西呢？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丑一大般若大般涅盘经》40卷，这是北本的涅盘经，是在玄始的什么呢？10年10月23日译毕，可是他缺后分，是40卷。后来呢，于刘宋的元嘉7年，也就是西元430年，他呢在西元422年译出，经过了8年才传到了什么呢？传到了建康，传到了建康呢，并且由慧观、慧眼还有谢灵运怎么样呢？谢灵运3个人，慧观、慧眼是谁呀？是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个慧远大师的弟子，他往北方去亲近了鸠摩罗什大师，然后呢回到南方来，然后一传到南方之后呢，南方要讲到南方佛教，除了慧远大师几乎没有第二个，所以南方的主要佛教都是慧远大师僧团所领导。因此慧远大师一知道了涅盘经南传之后啊，
立刻派会员，派会官跟会员他的弟子，还有他的在家弟子谢灵运，这位文豪大文豪啊，共同把北方昙摩谶所翻译的40卷《涅盘经》怎么样？再柔和的什么呢？再调整了这个法显所译的6卷的《涅盘经》《泥环经》，因为《泥环经》刚好补的《涅盘经》的后分，懂意思吧？这样一揉制，一把它并在一起之后啊，怎么样呢？就形成了什么呢？所谓的南本涅盘经，南本涅盘经，南本涅盘经。那么呢，结果把40卷呢浓缩，啊，浓缩润色，浓缩润色。这个浓缩润色呢，并不是做汇集本，不是这样意思。它的浓缩润色的意思就是等于什么？再参的意思，也就是把它的原意怎么样呢？用一个更精简的文字来表达，这是所谓的润色，这是在你的原本当中做润色，这不是把其他的本子呢5、6个版本，而且不同时代翻译的版本杂糅在一起。我说过，平等觉那个汇本、啊、是不可以的，因为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句、不同的什么、不同的解经的角度。可是润色跟汇集不同，汇集是这本书不润色跟汇集是不同，润色是在这原文上面怎么样，那个经文不通顺的地方，再把它什么按着它的意思把它弄得更通顺一些，是在同一本当中做的，所以思想是一贯的、跟那个杂烩的思想不一贯是不同的，这点要知道、再来呢，法华经也有把那个什么这个普门品里头的偈子呢从别本经当中补进去，这叫做补，这又不是杂汇汇集，懂吗？汇集是什么呢？这一句有，那一句不要，把那这一本的那一句抄进来，然后这一本的这一本的这一句也不要，再抄那一句回来，5本当中杂抄，那就不懂了。那个补入就不同，补入是整段的补进去，你懂吗？你就算不看那一段，你还是可以怎么样完整的那部经，它总是没改变。法华经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能拿来当把它当作汇集本，懂意思吧？法华经本来就是完整的一部法华经，只是在普门品当中缺了什么，缺意义的那些寄送，后来我们在别本当中呢再把寄送植入，它完整的植进去，没有分割，懂意思吧？懂意思吧？这在思想上都是一贯的，这跟汇集本完全不同啊，不能拿来对比啊。涅盘经也是这样，涅盘经拿到传到南方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经过种，经过润色，然后它缺少的后分的部分呢，它把它用涅盘经去补。涅盘经是讲后分的部分，后分的部分。那么呢，相校对，重新呢怎么样子编而润色为36卷之南本，这是西元436年之后的事。那么呢，也就是译出之后传入的6年之后才成就的。而这本南本的涅盘经，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手里头所看到的涅盘经。你们现在有人在读涅盘经了，那么就是你手中这本涅盘经。这是南朝主要，也就是所谓的宋齐的齐跟梁两朝主要研究的涅盘宗所依的经。涅盘宗是起在南方，不起在北方。为什么？因为南方一向清谈风气盛，清谈经过格义佛教的洗礼之后，一转而成义学佛教，所以而且南方相对的也比较稳定，南方主要是汉人领导的政权，所以在这个思想的这个研究方面呢，南方呢兴盛，所以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修。北方呢，经过了100多年的战争之后呢，禅修兴盛，义学薄弱，一直到北朝时代的北魏啊，
北魏那个北朝时代还是继承这个家风，所以义学生大部分在南方，而且北方又经过几次灭佛事件，南方从来没有。南方不但没有灭佛啊，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隔差不多有170几160-170年当中啊，各个弘扬佛法，所以南方佛法的研究非常兴盛，非常兴盛。所以南方产生涅槃宗乃至其他宗派，北方就是没产生。你看三论宗后来也是在南方成就的，三论是在北方翻译出来的，结果是在南方成就。四论宗也是，涅槃宗也是，十地宗也是，乃至后来天台宗也是在南方成就。所以南方普遍重研究。这个事情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延续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哈，延续到现在。佛学院你去看看，今天中国大陆的佛学院呢，80-90%分布在中南部，华中华南一带。越到华北佛学院越少。我去那个五台山呢、啊、去五台山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读佛学院，他们都说不要。他们只想坐着。他们只想做，就这样。虽然有个北京佛学院，东北也有佛学院，但是少。所以谭虚大师时代，民国初年，谭虚大师时代啊，谭虚大师说他要到东北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你看看，所以北方普遍呢，什么样子？易学少，而注重什么？怎么样？所谓的禅修了。可是呢，没有义学，禅修也很难成就，懂意思吧？所以说应该要解行并进。那南方呢？南方就是因为有义学啊，义学先有了，禅修自然会兴。干嘛？你研究完了，你知道一定要修行嘛。所以说义学真的还是很重要的，哦，还是很重要。那么好，这事情是这样啊、哦。好，这不形成了南方般若宗的兴起啊，涅槃宗的兴起。那么涅槃宗的思想，涅槃经的思想，我们要稍微再解释一下。涅槃经思想是大义于罗什大师的龙树系统的空中思想。香，涅槃经谈什么呢？唐常福律。他是在谈什么？常乐我净。有人说这叫真常唯心呢，不是，这叫法界圆觉。法界圆觉依真常思想而来。而什么叫真常？真常不常，异常。我说常，即非常，是名真常。真常不是本体论中的常。这个现在的人，说佛教有三系，有这个唯识的这个一系，有毕竟空的一系，有那个谈那个什么真常心的一系。然后呢，就这么在这当中起分别。他说这个空中的毕竟空才是佛法的本意。那么呢，唯识呢？不是。那么尤其是真常心的思想更不是。他说那个真常唯心系啊，真常系啊，是本体思想。那么呢，那是一种犯我，那是一种虚妄我，那是一种外道相应的说法，不可取。我想呢，我们对这个说法我们表示尊重，可是我们必须回到原点来看。佛陀乃至于不随便微笑，佛陀不会随便说法。从法华经天台法华经的立场上来看，乃至阿含经都是唯一一佛乘，
怎么连大小乘都不可分别？怎么可能还在大乘当中还妄分三系有高低呢？这就值得我们怀疑。听得懂我意思吗？听得懂吗？这第一。所以说不可在无为法中妄起分别，在无为法中还妄起分别啊，是名谤佛。大乘经典上就这么说。所以我们基本上要相信，从法华的立场出发，一切的佛法唯一一乘无二，何况有三。所以乃至都没有大小乘、大中小三乘的分别，何况大乘本身还要起分别呢？所以佛陀说法一定有最后的密意。因此，如果你相信佛陀说法最后的密意是一个还两个啊？一个。那如果是一个的话，那么佛法即使是有三系，它三系也是平等平等。你如果不能会到这里来，还妄起分别，那么我觉得跟我们所理解的《法华经》所结出的这种根本意义呢，有违。那么《涅槃经》这部经一翻译出来之后，为什么对中国乃至对天台宗的影响这么大？是因为他提倡了空之后另外一个思想，也就是当我们讲空，我们可以从现象中讲空，我们也可以从本体当中讲空。可是本体讲空，那是就逻辑思维、哲学思维当中的空而说的，它是从哲学的思辨当中来破除什么？哲学上有个本体有，它完全否定。这对不对啊？这样说对不对？对的。哲学上我们要建立一个本体有，那是错误的。什么叫本体有？你知道吗？哇，修行啊，最要回归本体。那个本体呢，零零绝绝，能产生万物，一切万物都是这个本体所生的，一切的好坏都是从本体所生的。宇宙万物，一切生灵也是从这个本体所生的。那个，这跟一贯道的无极脑母有什么分别？对不对啊？是不是啊？这就是本体思想。本体思想在所有的宗教哲学里头都有。恰恰好，中观思想否定本体思想。佛教就是这样，他乃至不相信有灵魂，怎么会相信有本体呢？所以说，中观思想很炽烈的、很清晰的把本体思想给斩破，用哲学思考的方式把它斩破，那么就会有人很爽，就觉得哎呀，中观思想真好啊，他破除了本体思想，这是正确的。好了，他就误以为唯识有本体思想，啊不。他就误唯识也没有本体思想，他就误为真常唯心是本体思想，懂意思吧？因为为什么真常唯心讲什么？讲常乐我净。嘿，我们出家人是修无常的，《涅槃经》讲常啊，说佛性常住。哇，是一样啊，佛性常住，那本体本来就是常住的啊，这两个是很接近吗？对不对？这两种说法是很接近吗？再来，乐。他说啊，佛性当中永远的大乐，哎，这跟婆罗门思想讲大乐，这不是一样吗？好，再来，佛教讲无我，涅槃经讲有我，讲真我，讲佛性我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是立一个我吗？那我不是本体的东西吗？又是，再来，再来。我们佛教讲不净，修不净观，一切都是染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染法，乃至也去净法，要不垢而不净啊！不垢不净才无所得嘛，以无所得智，心才无挂碍嘛，无挂碍故才入大涅槃嘛，这心经结出的道理，这就是心经者涅槃，般若之心呢。般若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心髓谓之心经，那心经这样结出
我们接受，那至少要不够不净啊。什么？你涅槃经讲净呢？啊，是，你们涅槃经完全跟般若思想相违，这就是涅槃经主要道理在这里。哎，就怪了，天台家注重涅槃经，天台家又送般若经，怎么把这两种决然相违的东西送在一块儿呢？天台人大开眼界了嘛，他根本把一个讲妙有，一个讲绝对空的两个极端的东西怎么样合并起来了。他在实修实证当中知道，所谓毕竟功者可由思维而得，可是万法妙有，一念妄心而总持，这却是唯心相应。所以天台的慧思大师，这智者大师呢，在讲到一念三千的时候，自爱不敢说。慧思大师在旁边就跟他讲：“你尽管说，那是唯正相应。我九旬修禅，就是正这件事情，你不要怀疑。”这一念一讲之后，智者大师才豁然开朗，他开始敢承担这什么？一念三千的什么真常的思想。真常不是就逻辑跟哲学上的本体而说真常，所以有一个最后的佛性常乐我净，不是，是从实修的空性见当中契入到什么呀？一切空见当中自然有常乐我净，这是不可思议的常乐我净。常者非常，是名真常。乐者非乐，是名大乐。我者非我，是名佛我，觉悟之我。净者非净，是名真净。常乐我净，总持的世间一切世间的存在的妙法，什么法？杀道淫妄，皆是常乐我净。这就是毕竟空当中的绝对妙有意，这是证入空性当中自然所得的、所证的。妙意，空可以用嘴巴来推、来推论、来思维，对不对？各位啊，你看这是一本书，这是一本书，对不对？我说它是空的，信不信？信不信？我说一本诗嘛，我就诗嘛，诗到没有了就是空的。所以那什么叫有？缘起而有。你看看，我把它扎上去，就是有了。这是可思维、可现证的。声闻人也是这样修，他观心无常，观声无常，一切呼吸无常，然后现证这个空法，这都是有可思可议的。然而，空性的最后证境呢，是不可思不可议。为什么？一切超越了你的思维跟经验之外。关于这方面道理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呢，下一堂课我们还要继续来分别《涅槃经》所结出的道理，到底跟什么呢？跟中观思想有怎么样子的同跟不同的地方？那不同在哪里？同在哪里？我们呢，到时候再看。好，我们现在呢回向，大家请合掌，先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一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志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志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